饭后消脂解腻，三种食物泡水喝。第一个是山楂，山楂可以消食化积、活血散瘀、促进消化。末代皇帝溥仪常常饭后啊消化不良，御医就给他服用大仙楂丸来调理脾胃。第二个是洛神花，可以生津止渴，研究发现它还可以降血脂、降血压的功能。第三个就是决明子，有淡淡的咖啡味，可以清肝明目、润肠通便。用山楂15克、洛神花15克、决明子10克，开水冲泡20分钟，小口慢慢喝。